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三个人上山了哈，来摘那个野生猕猴桃。听说这下面有啊，等下下去，有点陡哈。没有，就算有，拿上来都是个问题。我的妈！现在在犹豫要不要下去，很陡，说里面有一颗很大的野生猕猴桃藤呢、啊，每年都有上百斤在里面。王爷在哪地方问的？看是不是这里？如果是的话就下去，不是的话再找找。这海拔挺高的哈，这边好凉快。这个就是我以前干活的，赚钱的。今天都是全副武装，老二。咱打赤膊下去还成武装？开玩笑。老二解放鞋都上阵了啊！老二这打算下去不上来了吗？带这么多干粮。先吃饱再下去。你看庞爷拿三个麻袋，等一人扛一麻袋上来。庞爷扛，我扛不行。补丁补得相当好啊，这补丁啊，谁这么有技术啊？这要注意安全。老二，你别滚下去了。人家栽到了，自己的自己扛啊。这简直这。你小心点石头。哎，快丢死！我操！尿的不留给你吗？这家这家，终于下来了，差点滚下来了。去找找。哎呀！哇！哎呀！这猕猴桃不好吃啊！三个野人。跟那野猪一样乱搞。没找到毛猕猴桃啊，那个鬼哟、哦！应该有，还是螃蟹卡，还是螃蟹实在，穿短袖就来了，皮糙肉厚的。那里，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猕猴桃的藤，是这里吧，螃蟹？你问清楚了没？两条啊，又来一条，人家在谈恋爱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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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危险了，谁说来摘猕猴桃的？谁说的啊？谁说的？我的妈耶，不就到那路边摘那里不就是吗？啊，这一路下来水沟里面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四五条绿油油的乌叶青，别说没有猕猴桃，就算有猕猴桃，摘了也不想要，这哪拿得动啊？就当锻炼身体吧哈。这就笑了，爬了半个小时，没路了，走错了。路是有，就是不知道目的地到底在哪里。说，我先看下去。猕猴桃，不过不是这一棵，这棵藤小，就长了那么几个子。啊，像这两个就挺大的，这三个。情报有误，下去找了两三个小时，硬是没找到他们说的那个。有一大片啊猕猴桃的藤，说每年都有上百斤几百斤在上面长的，找了半天就是没找到。哎呀，终于找到一颗多的。终于找到一颗多的了。虽然没熟哈，拿回家放一年就熟了。啊，主要是拿去泡酒。这个还挺大个的这个。哦，上面这么多，一个个都是。石头，快在这上面爬上去。这上面石头，这个树我估计会被你压下来。哇，哎，终于找到一片了。这个有都是啊。哎呀，有哎呀，嘿嘿。我也把这一桶摘满，我就下来了。这边还好多，就是不好摘，枝太小了，拖不住。你直接站到藤上去，藤给承受住。这一个藤呢、啊，摘了将近有十斤，再找到两个这个藤，一人有一坛酒，泡酒的了。对，走，寻找目标。再摘两个这么多就够了。
我们也不贪心。